比赛即将开始，板型为白狼王守卫，有请主裁判入场，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2020华山论剑官方职业联赛秋季赛全新推出人气值计分规则，观众朋友们可以添加官方微信私聊客服，给喜爱的选手进行投石，每日选手的投石总金额等于该选手的人气值，当日人气值最高的选手成为当日人气王，若当日总人气值达，想要上请的选手请先举手示意，五四三二一，天亮了，竞选警长环节，请举手的选手将上请灯点亮，五四三二一，竞选警长的选手有二号、四号，你可以摘盔点灯了。
五号、六号、七号、八、七号、十号、十一号。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二号选手开始发言。我好人啊，那个爸爸让我先发言啊。是这样子的，我很希望预言家摸了一张茶杀，不是个白狼王。然后呢，白狼王要抱预言家，那就要两个狼就没了，好吧？我是好人。那个上一把站错边了，跟预言家说声抱歉。同样也跟以后拿预言家记得千万不要摸我，我这个人晕金水，好吧？没有金水我能站对边，有金水我就站不对边。其他没什么了。这个板子嘛，那个我第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信息，我也没有敏，好吧，反正我已经说了，我希望预言家验到了个查杀，是个小狼，然后白狼王呢他要抱预言家，就两个狼，好吧，就这样子吧，过了。四号选手请发言。我休息一会儿啊，前面那个不小心动了一下，是因为那个太热了，太热了，那个有点疼，因为我这个耳机是钢丝的，啊，这个发言无关，我反正白狼王我要爆的，我顶不住的，所以你们就给我一些表情反馈。十二在井下，对不对？十二号玩家提醒一次啊，不，十二号玩家不好意思啊，啊，晚上再告诉你们信息吧，好吧？我带五，自爆。四号自爆，翻牌为白狼王，发动技能带走五号。五号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五号发动技能，五号可以发动技能。你有30秒的时间考虑发动技能，请给号码。五号发动技能带走六号。六号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四号、五号、六号离场。五号、六号请离场。昨夜平安夜，天黑请闭眼。到9999，当日人气王还能额外获得666元的现金奖励哦。本赛季截止到常规赛结束，最终人气值最高的选手当选为本赛季最具人气选手。最终人气值最高的门派当选为本赛季最具人气门派，最具人气选手和最具人气门派将各获得5000元奖金。评选规则如下。与此同时呢，本赛季还将新增两个奖项：最具价值选手及最具价值门派。最具价值选手和最具价值门派还将各获得5000元奖金。评选规则如下。观众朋友们，赶紧添加官方微信支持华山论剑，让你喜爱的选手第一位出道吧。
续糖，零糖零脂，清爽无负担。我是姐姐乐小魔法师乐乐，我能让营养变小。巴拉巴拉，小小营养让糖糖大大吸收。姐姐乐，四三二一，天亮了，退水自爆环节，三号狼人自爆。昨夜十一号选手死亡，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十一号选手离场。天哪，还有波系列哦！维乐蜜语椰子气泡水，零脂肪，零胆固醇，快速补水，给你打气。想说话，来狼人杀官方和两亿年轻人热闹组局。玩得不错。想说话，来狼人杀官方和两亿年轻人热闹组局。玩得不错。烟精优巴，小肚子大滋味。五、四、三、二、一，天亮了。昨夜七号选手死亡，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本局没有警徽，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十号选手开始发言。啊，太刺激了！我本来想当个咸鱼的，因为上一把狼都没有找到，但是突然就是，然后又第一个发言，是得去捋一捋的，因为现在能确认的就是三十个狼、四十个狼、五十个枪。六十个 X， 十一是个好人，对吧？那也就是说场上大于等于一只嘛，因为六十个 X， 面相也没名啊，就想当，因为上一把抿了一个二，抿了一个八，全抿错了，两个都是好人，这一把也没有抿。二在井上的发言，就是跟上一把有一点不一样嘛，因为上一把其实二是有抿的，然后也抿对了，但他这一把是啥都没有做，抿也没有抿，然后就很随意的就过了。所以也给不了，就是他跟他拿好人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也期待一下二号玩家这一轮的发言。其实因为都没有信息嘛，那只能就多说一点话，就是尽量的认下来，对吧？好人我觉得多说点话，然后十二号玩家可能会好，就是因为四号玩家就是井上好像就是聊到了，好像是有聊到十二，说十二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听大清楚，好像说十二号玩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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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反正我觉得有可能会透露一点戏，无意间，我感觉他这是一个无意间的行为，有可能说十二会好一点。然后上井的牌还剩下是我注意到是九号玩家没上井的，因为我这边是看不到九号玩家有没有上井，所以我也注意不到，反正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井上，当时我这边只能看到是二号玩家井上，然后八有没有上井我也没有看到，所以也就是说都不知道谁在井上了，也就无法就说不知道预言家在，反正就是身份都不要跳了，然后其他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面上也没名，然后又第一个发言，三四就过吧，反正就听一下你们的发言，我听一下你们后面对我的反馈，好吧？然后狼嘛，这个时候就是我这种越没有逻辑的发言，狼可能越想干我，就是挺期待的，就笑。然后我也不知道下一个谁发言，就你们发言吧，过了。十二号选手请发言。我是一个好人，
很庆幸还活着，好吧？但是呢，我就直接交了，我得摆守卫。我第一天空手，第二天守的齐。第二天守的七，但是七号玩家死了，就是女巫被他毒的，就是女巫把七给盲毒了，我也不知道谁是女巫，有女巫就跳出来，好呗。因为我觉得白狼王是四爆的五，五打的六，然后那井上在的牌只有七，我第二天我就盲盾的一手七，但是七号玩家还是死了，还是单死，所以说后置位有女巫，女巫就跳一跳，好吧。我觉得十号玩家还是好人，我是可以自首的，我跳出来就是我是说我是可以自首的。所以说我是无所谓的，好呗。我听二八九，我觉得九这轮听听发言吧，好吧。我觉得十还行，我觉得十还行。你要是直接让我找狼，我是找不着的。九号玩家，你末置位发言，你就拉个人上 PK， 好呗。没啥好聊的，一二八九，一个发言也没听着，生推呗。那还聊点啥呀？你说我是好人，不是说我是好人，不是因为说什么四啊怎么怎么地，是我的气质他就是一个好人，往这一坐谁也打不动，没办法，底牌是一张守卫，所以说有女巫就往出跳一跳，反正我知道女巫是肯定是毒的七的，好吧。没啥了吧。哎，不对呀，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三天守谁来着？我忘了，反正我有一天是盾的七。哎呀，不对，那是七是吃刀的是吗？那是我空守的还是我是守的谁来的？我肯定还守一个人，我忘了，我真忘了。不是他，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撩包的狼，我是个守卫，好呗。我是真忘了我是盾了谁了，反正我有一天是盾的七。哦，好像是第二天是盾的七，我以为是女巫是那个，我以为女巫是把他毒了的呢，我操，那是七是吃刀的是吧？发言内容。行行，我底牌是守卫，好吧，你们不要质疑我，好吧。但是我第三天我是忘了比过谁了，但是我肯定是盾人了，我有一天是盾的七，我要我如果是三秒过一号选手请发言。我就很认真在听十二，从守卫蓝到守卫应该是守卫，不是因为那些聊爆不聊爆或者什么这些东西，是场上现在最多还有两个蓝，他跳的是跟女巫重复信息的，女巫要知道他的信息，那么女巫如果没有读他的话，女巫还在他就得走，那么他只能他想要积身份就只能积女巫一个人的身份，但其他人身份积不到，守卫甚至可能还在，那么女巫起来正视角的话十二得出局，守卫只要还在的话女巫晚上都不会出局，守卫也不用跳，我是出于他是个蓝收一点，这样我觉得他是个守卫，所以后面就不要再聊十二了，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很像蓝的，你这个位置如果你的视角中七是被毒死的，那么其他人也不知道，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跳，但是我在想你在这个收益点上，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因为我觉得十不太像蓝，他是个守卫，后面就要开两蓝，为什么开两蓝？因为三自爆，我觉得三自爆六可能就被带错了，不然他们场上三自爆三蓝一走就只剩一个蓝独活，除非就是他三自爆的原因就是没有到预言家或者井上没蓝，他一定要把井上的人全部掏干净，不然的话只要预言家发出两个查杀他就必死无疑，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三蓝去就是两蓝已经死了，一蓝自爆一个蓝被带走，他一个小蓝还要去自爆留下另外最后一个火种，除非那个火，而且那个火种得必须是让他甘愿自爆的那个火种，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这个自爆点我会觉得六是被带错的好人，那么后面就要开两个蓝，二八九三个人没发过言的人就要有两个是蓝，只有一个是好人，我发这个言是在告诉你们我着重位置是保掉了十二，我觉得十都不一定像蓝，后面攻击三个没有发过言的牌，我在这个位置你们要打蓝的话首先要盘我，后面必须有我的蓝队友，不然我在这个位置就是很危险，我打的是后面三个人没有发过言的人，他们三个人拍底牌就会过来打我，那我在这个位置就自讨苦吃，我是个蓝的话我就不会去保前面发过言去攻击后面没发言的了，我自己视角是我觉得十二收一点不是蓝，十的发言我没有听出很像蓝，我井上听的比较像蓝的只有二十两个人，我觉得十二挺像蓝的，这个板子我平时都不抿的，唯独这个板子抿，我只抿了两张牌，一张是四一张是七，七是我在二发言的时候去看的四，因为二发言我其实听得不太听得进去，就是在许愿，我对许愿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忽略，也没有其他逻辑，他第一个手自卫发言我就顺着目光去看四，我觉得四
很凶，我觉得他一定有东西，但我不确定他是个什么。然后他说跳白狼丸，七是我看牌的时候，他在看完牌，我就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发言不，我觉得他看牌的时候像好人。七是吃刀的，我是觉得井上二像蓝，就是发出无意的言，你要去许愿的话，我觉得有背你的人设吧，但是我不会在这个位置打死你。我是觉得二八九开两个，所以你就自己找八九里面一个人 PK。 我是觉得十不太像，或者说在这个位置他先这位发言比较有优势，我听不出来他的蓝面。十二我是收一点盘了，就这样子吧，其他没了。那个你亮了个灯，你赶紧退了吧，我也不知道你亮个灯要干嘛。想一想，八九来说八比九轻松一点，所以我着重会听二九发言。我听二是个好人，我就八九随便投过了。我觉得你不是狼，你不要先保十就投九号，我认为九号是狼。你白狼王的板子你抿了那么多，井上你去点点点点就把你给包了。那个等一下，那个八号玩家能不能跟我说一下，十号玩家是在井上还是在井下的？那个我怀疑他们，我没有在井上许愿哦，不要篡改我发言。我说我希望是这样子，你自己去想呀。院家验了个狼，白狼王还不是白狼王，是小狼，那叫两狼双起爆。四号玩家跟我是狼同伴，他马上不听发言就要那个，那他们做的什么事情肯定晚上打格式，狼全部在井下，谁上井的我们全部把井上的全部弄死。所以回顾一下十号玩家到底有没有在井上，因为他们也不怕你是冤家。其实我一看七我就知道七号玩家一定是冤家，他爆五号玩家的时候一定不是爆冤家的，是抱守卫这种东西，或者是女巫这种东西的。我觉得五号玩家井上带六号，我觉得六号给我的反馈并不是很像狼。那个我认为八九十里面开两个，我认为一不是那个，所以我九的发言我都不太想听了。那个你发言这么没自信吗？一定要跳守卫吗？我有身份，我哪怕有身份我都不会跳。九号玩家莫志伟跳女巫你信吗？你信吗？我就问你，你信不信？我觉得九是狼，是我看的。你不是狼没关系，你把两狼结构找出来，或者你认为六号玩家是狼，对吧？我打你一个人是狼，那么你说我跟哪一个人做成匪徒同伴？还是六号玩家暴走的，我是个独狼去打一个莫志伟发过没发过言的人是狼？没关系，你是好人，我相信我也能听得出来。但是因为我看了一个九，看了个七，看了个四，我是不想说的，我啥都不想说。所以我认为你是狼，我觉得十二号玩家应该是守卫吧。其他没了，就这样。那个十号玩家为什么跟你说不能保？因为他井上攻击二，二跟四一定是不能见面的。我刚发完言，四号玩家说我不要听发言，听什么发言？我就要开爆，那不就晚上打格式，狼全部给我在井下待着，井上就有预言家，我看到一个我就爆一个，你们再包一个。所以我是不能保你的。但我今天先不投你，我要干的是九，好吧，过了。八号选手请发言。第一天带猎人带六，第二天是十一单死，第三天是七单死。所以你的守人信息你自己再回想一下是怎么守的。我觉得你带活，但不知道是狼还是什么。我觉得一二的发言都有问题啊，一说二像狼，十是好人，任你是守卫。那就初二八九明天 PK 啊，一去打了二，二认为一是好人，他认为九是铁狼，十又不能保，那我不就是空宅出来了吗？他们俩的狼坑左右都是没有我的，对吧？我是好人。讲道理，那个四自爆的时候，那个包括五带六，然后那个包括第二天三自爆十一倒牌，我是有留意到二的，因为我的这个那个视角是只能看到一二。我是觉得二是有一点就是沮丧的，有点像是好人那种感觉，好像完了这把就没了的那种感觉似的。这是我看他的那种感觉，好吧，就是纯看着，在没有听发言之前。一盘出来一个逻辑是正的，他是认为说那个三自爆了，可能六带走的不是狼。我当时也是认为三自爆了，六带走的可能也不是狼，不然就只剩下一个孤狼了。所以现在场上可能确实还剩两个狼。我第一天
我就直说了，我是敏音不是太好的，我是真的是敏音不是太好的，我就直说了。但是二又去保了一，认为十不能摘，认为九是铁狼，反正他们俩的狼坑左右都是没有我的，至少我是排在什么二九后面的，对吧？你好带东西啊，你的坐姿就是很直挺，很带活，但不知道是狼还是什么。我想你上把拿狼，你上把拿狼，听听你的发言吧。逻辑层面上，二去攻击九，二去保了一，那可能就是二九 PK。三十秒。逻辑层面上，对吧？一是打了二，二去保了一，二去攻击九。我是好人，你只要外置位能那个认得下来我，再认得下来一个好人，我觉得这把今天把狼出了，你晚上自首，确保你最后一天还能守个民，这把应该是能赢的，好吧？我过了。九号选手，我单点对话你，我是女巫，你是饮水，所以在井上我第一个看你有没有上井，我之后害怕狼人发现我，我又赶紧看了十一有没有上井，所以我只建议你十二别冲动。千万要冷静的思考，因为你是个很容易上头的玩家。我是狼，我就一定跳你，我一定跳你，我扛推你。我当时认为你发现铁狼，因为我是压了三天毒，所以今天晚上我就出二毒一，你把八守住，把八给我死守住。太多逻辑我给你盘不出来，我就单点对话八跟十二。我底牌是女巫，八皇家是饮水，所以我一定要做的比十二。我是很想把他毒掉的，真的很想把他毒掉的。我把你认为你是守卫的原因是因为五在那位置白狼起爆，你当时在带麦跟他的反馈不太像，两个是被我捕捉到的，所以我认为十号人能点出那一点，我没觉得十很像，但我又怕二号人给我搞心态，我不知道一时谁是他最后一个同伴。如果你是好人啊，这就是你的问题啊，你前置位保了两个狼，你说八九十开三个，你说十号人家不一定能进保，要投女巫，所以最后如果你是好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也很想赌你的，因为我在看八王家那边上井的时候，我第一个反馈得到的是二，二王家是眼神躲闪的，所以就是他为什么在那个位置收我底牌。千万不能投我啊，别最后一票把我投出去了。我就出二读一，我也有可能读十，我觉得我应该会读对最后一个，前提是认下他是女巫。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一直在看你，看你，你还一直在看我，我第一天救的你，所以今天就出二一十，我就选读，我会在夜晚再思考一下一时到底谁是。你不要冲动，不要那么看着我，我是女巫你就没了，因为你说你守期那天我没有用过毒，所以当时我是盯着你的，因为我是没有用过毒，我当时认为你是撩爆的匪徒，所以你当时保了十，我甚至在盘十号家有没有可能是你同伴，但是二号家跳出来他是铁狼，我摸着龟票二，一跟十谁是好人就投二，你一定要把八死守住，把八死守住，我今天晚上会解决战斗，过了。所有选手发言完毕，请所有选手戴盔，请戴盔。开始投票，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一号投给二号，二号投给九号，八号投给二号，九号投给二号，十号投给二号，十二号投给九号。投票结果，二号出局，请发表遗言。那个你就自首，但是美女巫也就输掉了。那个八号玩家是没有资格攻击到我的，因为我打的是末置位的九，我是狼人，我只要攻击一张牌把所有牌都保了。十二号玩家，我说了，九号玩家末置位跳女巫，你能信他吗？二号玩家是狼，还有个狼找不到了，说把八号玩家顿住，那一号十号谁是狼呢？谁是狼？我认为九一定不是，所以我认为有可能六号玩家是带错的。那个一，明天我觉得一定没有双四，反正你自首就行了。我是狼，没有一个人投的，对吧？九号玩家莫志伟能跳女巫吗？能是女巫吗？他说我觉得二是狼，那早就把我毒掉了呀，干嘛还要留在我场上啊？其他没有，那个十二号玩家就自首吧，好吧，过了。遗言完毕，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
直到卡凡突然亲吻我的生活，方知世界本就五彩缤纷。好好生活，从每一顿丰盛早餐做起，从每一次快乐打卡下班做起，从每一个生活角落做起。爱自己，美有道理，爱到每一根发丝里。淘宝搜索天猫卡凡旗舰店。表情五四三二一，天亮了。昨夜九号选手死亡，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版型为白狼王守卫，其中狼人阵营为三号、十号、十二号，白狼王为四号，预言家为七号，女巫为九号，猎人为五号，守卫为六号。守夜守卫守护十一号，狼人落到八号，女巫开解药形成平安夜，预言家查验四号为狼人。第一天上井环节，四号狼人自爆翻牌为白狼王，发动技能带走五号，五号翻牌为猎人，发动技能带走六号。第二夜狼人落刀十一号，女巫没有操作，预言家查验十号为狼人。退水自爆环节，三号狼人自爆警徽流失。第三夜狼人落刀七号，女巫没有操作，预言家查验一号为好人。光族投票环节，二号被公投出局。第四夜狼人落刀九号，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第二局游戏啊，恭喜狼队获得胜利啊！狼队开局就很不错，后面为了求保险，对吧？把七号玩家也补刀刀掉了，最后两狼获得胜利啊！我们先选个简单，选个狼队的 MVP 吧，三狼队 MVP 可以吗？我想想，谁？我想想，三二一，好，来文字老师先说一下。啊，其实十二号他自己有点遗憾，虽然跳得非常不好，但是能被好人认下，但是自己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投个九去冲个女巫有什么意义啊？就安安全全的把阿尔特斯他都做赌一了，都很稳嘛，又没有守卫跳出来打他，你就直接杀了他不就赢了吗？对吧？来，所以老师说一下。底下，我也没搞懂。对，其实狼队这局发挥又很不错，对，但之所以给到十号，首先十二是台标的，因为他没有造成人命，对吧？因为他投的是九号玩家，那么只能在四号玩家和十号玩家里面。其实四号这一枪很重要，他首先他带的是电，他有一条人命。至于五号带的是六，只能说是和四号有关，就是他的加分项。但是白狼王带走任何人，他是他的功能，而十号扛推这是一个发言。根据我们的判罚标准，当功能和标准和发言普通狼对吧？普通狼比以后，普通狼略微就有，虽然他带的猎人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给到的是十号玩家，不给十二的原因，其实十二跳守卫全场认一下，只要他投的是二号，他也很厉害。对，可能突然想起来，哇，少一个。对，我们大概率会选十二，但是十二根据人命链的规则没有去投二，所以我们只能给到十号玩家。我们选一个好人阵营的背锅，三二一，啊，五号进来，你跟小小廖先说一下，我不是猎人吗？对。对，就是猎人，反正就单手守卫，没有，也都是一条人命嘛。但是他六号带点东西，带了点东西就，所以说就你了，其他都平民。所以说，而且把神牌给带掉，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是讨论过，对，我们那就我来说吧，没事。就首先都是一条人命，但是五号玩家对于六号玩家的人命是负全部责任，他是唯一领导，而好人投死二号有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就是有领导和参与。那么在人命论一样情况下，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优先评级要低于唯一责任，因为五号是唯一责任，所以选择五号玩家啊。那我们选一个好人阵营的尽力。慢慢看啊，有吗？有了，三二一，好，来。那十一是谁啊？十一是默默无闻走出赛场的一个选手，林涛。他根本就没有来过，因为他赛前感应啊，说简单点吧，就七跟十一连选嘛，对吧？所以选了一个，我选择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因为他为什么被盗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是冲人盗的。
虽然他不是挡刀，但是起码刀十一内刀比刀七好，狼队刀了十一肯定比刀七好。他就像默默无闻的没有来过一样，因为大家都忘记他了。就 说个硬给他挂一个加分项，他上紧了，狼人当他是预言家，狼人在七十一选刀的嘛，刀了十一三又自爆刀七了嘛，对，狼人当他是预言家，所以必须 消灭掉一个狼人在七十一都掉掉，所以选了十一。这个解释 还可以吗？小野老师，你说选七点一吗？验了两个狼，对，他验两个狼的确很不错，对，但讲不出话来。小野老师讲讲，验两个狼，对，我知道，我只能这么来说了，对对对。然后你们给徐的流就是因为他替预言家挡了一刀，啊、不是替预言家挡了一刀，是他被狼人砍了。至于是为什么，肯定不是替预言家挡，因为他没有发过言。那么你们给他的理由，刚刚跟我说的是，因为砍十一一定比狼砍七好，因为为什么叫砍十一比砍七好？就是狼，因为狼砍谁就是选的这局就是谁的那个。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冷静啊、哦！是因为狼人不确定七跟十一谁是预言家，对对吧？所以要花一个自爆的狼去刀掉七跟十一，对不对？就是因为底牌七是预言家，而十一是平民。那我就这么选了。哦，好吧。表示十一被刀肯定对。对七倍的好，总比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说服我，反正我是认为你们是说服不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说服秦大。那你我感觉是因为你们居然选择现在猎人开枪带了神职，居然神跟平民，神有一定的责任，那为什么预言家跟平民你们要选择平民而不选择预言家呢？因为预言家被刀没有。那么你们像猎人开枪带了守卫跟带了平民有什么区别呢？什么叫有什么区别？也带了守卫都是一条人命，你们居然选择神跟平民有区别，那为什么预言家跟平民里面？那我想请我的问题啊，小刘老师，就预言家活在场上为好人团队做了什么事？那十一号在场上为好人团队做了什么事？狼砍十一是轮次不领先。狼砍十一轮次不领先吗？你再想想。不领先，因为狼刀的是神，他没有更领先，而刀七是更领先。就他们以之前的领先已经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刀十一狼是依然领先，而刀七是更领先。你要么再算一算轮次，因为这局好人没有可以选择经历的，活着的人都没有做对，所以只能在七十里选。虽然十一没有主动的为好人做事，对吧？他是被动的，包括七号，他只要活着，他可以为好人做事，他是没有办法为好人做事。那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是不是刀十一一定比刀七对好人好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左右吧？虽然说都是命啊，虽然说都是命，但是一点点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吧。先投吧，啊，先投吧，啊，三二一，啊，那恭喜十一号玩家。那第二局比赛，好人狼队的 MVP 是十号，好人的尽力是十一号，好人的背锅是五号。那么我也期待第三把比赛了。自爆，天黑请闭眼。猎人王的摇篮，得分王的家，强神殿玩狼人杀，华山站边预言家，中山北路198号，深航大厦1408，路华山论剑，越办越好，越办越好，强神殿俱乐部越来越火，越来越越来越越来越火。好的，白狼王的局特别快啊！刚刚楼上已经开始点单吃宵夜了啊。今天白狼王的局好像特别顺利。那狼队的战术发起者啊，这个四号非常，也不能说非常优秀吧，因为白狼王带猎人好像是相对来说是最差结果，
是吧？然后但是所以说相对，但实际上是结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猎人开枪带走了守卫，所以这一间接啊，也怎么说呢，就是今天查理奶爸啊这个比赛运特别好，对吧？虽然带走的是猎人，但是猎人带走守卫应该说一箭双雕，应该是为狼队鞠躬尽瘁。当然了，那个是没事没事没事，运气我都说了，运气也是那个实力的一部分，对吧？那确实刚刚这个铆钉鱼进来说啊，我是 MVP 嘛，可能自己也没想到，对吧？因为裁判有裁判的一个视角，他们是认为，我猜测啊，因为我在楼上我也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可能因为那个谁空空是好死不死，本来空空 MVP 的，对，空空如果跟着女巫去投二，把二投死，那么这整条人命就算空空算想到一条人命，但是好死不死空空跟二号去投了女巫，没投死女巫，只能算0.5条，反正也不算条，因为他是狼人不算条，而这个你就比较聪明了，是吧？跟着其实我也犹豫过，你想当时你想投谁吗？我也想投二，也想投九，二跟九都想投，但是我不确定十二会投谁。啊，我算过票的，如果投二的话，保底是8、9、13票。嗯，反正这是实打实的三票。对，那是不能确定一跟十二回投谁。嗯，但是一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一有攻击过二。二对，所以一是有可能投二的。所以一有可能会投二。对，所以我决定还是投二会更稳妥。对，因为对，然后当时你有想过守卫是谁吗？还是已经确定场上没守卫了？我是听完一圈发言才知道守卫没了。听完一圈发言，因为没有人站出来拍那个。对，没有人判断。当时女巫应该会能在场吗？因为女巫一直是没开毒的。女巫我其实已经认为走了。啊，那你认为守卫在场，女巫走了，那就是场上最后一个守卫。对，当时是这么认为的。后来听了一圈，发现没有人拍十二嘛。对，因为确实猎人带走六号玩家，好人的内心总希望六号玩家是狼。对的。大不了是一个平民，对吧？但是你要说六号带走六号是一个神牌，其实是。对于好人视角当中是，首先我不愿意去相信，所以内心当中就不愿意承认，也不去想这个事情，所以总希望场上还有一个神牌。所以你像空空这个跳手位，可能史上最差悍跳手位的，把自己聊爆了嘛，都把自己聊爆了。刚刚我们在楼上还在讨论，就空空作为空城局掌门彰显实力的表现就在于他最后一刻他想起来了，他想起来了，他没有圆回来。对，然后一号玩家也信任了十二号玩家。对，他想起来了，最关键就是有些悍跳手又爆不清轮次，然后就结束了，被后面好人抓住就一顿猛锤，对吧？而且一锤就锤死了。但是他空空厉害，对吧？抱着发现少一个轮次，赶紧补一下就补回来了。重点是他在圆谎的时候说，我忘了我守了谁，反正我守了，就感觉他的应变能力还是对对对，所以还是僵尸老的辣啊。我就是感觉吧，这一局 MVP 应该属于我们狼队，就是属于我们整个狼队的。对对对，对吧？然后空空跟你的比较刚刚也说了，是那个他没投死好人，对吧？你是投死一个好人，所以人命是你比空空领先，无非就可能我们内心当中对于查理王啊抱猎人带着守卫这个举动，其实对狼队收益是更大一点。四号玩家起到了一个狼队领导的一个作用，是是是，他在夜里安排的所有的战术，对，包括他自爆带走了猎人，然后包括十二号玩家的临场反应，三号玩家自爆带走七，我觉得都很好。但现在我们的判罚标准首先是人命论啊，踢馆赛测下来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大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你说连锁反应，就换句话来说，比如十跟十二，你们最后两个狼如果发言不够好或者战术不够好的话，可能你们就被推出局了，是的，对吧？好，狼人就未必一定能获胜，那一定最后获胜了，那有好人自己犯错，也有狼队比如你这种滑雪发言被人家用下来，没有被打死，那也算是有作用，对不对？至少没有被一下子被打死，对吧？空空也是差点被打死，但是把自己挽救回来，所以 OK。 然后至于这个上一局的有一个判罚的话，刚刚的裁判组也讨论了，说可能赛后还要再研究一究。尊重裁判一切决定。对对，关于你那个挡刀那个过程，对吧？对，确实我们明确写过一些那个公式的东西，然后有些是硬性的，有些是软性的。至少这赛季比上赛季考的就是我们公式的一部分，这个硬性的东西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至于一些软性的，因为
胆子不同，对吧？局面有的时候也会不同，所以裁判内心当中会相对会更希望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就规则有的时候规则就是规则，对吧？至少比我们上赛季要很多，那个争议，这赛季要少太多了。其实我觉得啊、嗯，争议这个东西，无论你制定了什么样的规则，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嗯，就键盘侠总是会从很多角度去 diss 我们。嗯，你像那个橡皮一直给我灌输概念，因为橡皮就凤凰社的掌门，就他是做体育的，做传统足球行业的，就是他跟我灌输的就是裁判认为，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规则就更多的是裁判认为，因为我们请了三位有担当且对狼人杀有足够理解的三位裁判，我觉得很多弹幕大神认为啊，这个裁判菜，这个裁判这你根本不用逼的，因为你们一定不可能比这三个裁判那个专业的啊，包括对狼人杀理解。那有的时候我们比如前面决赛都是裁判认为首先三个裁判都各自认为，对吧？他们对于狼人杀理解就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三个裁判会不一样，甚至三个裁判在直播当中会争得面红耳赤。是，这只是三个裁判哦。那选手可能站在自己选手角度来说，哎，是他先打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打他呢？你们把命算在我身上，那他又不打我，为什么我就不会打他？为什么责任在我？也有个选手视角认为，对吧？然后旁观者，比如掌门说，哎呀，上次你们是这么判的，这次怎么轮到我们门派了？你们又这么判，就是又有掌门会有不同的视角。但其实你仔细去研究，一定是每一局都不一样的情况，而不是单纯的说，哎呀，这个今天这个好人把那个好人归死了，那个好人背锅，这个好人背那个。所以包括这赛季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动，比如这个时候跟桃子姐姐说对不起啊，就是好像第一天吧，好像是还第二天，第一天逃了的广宇有一局全程站错边，然后结果被女巫给毒死了。然后按照以前的前面的判罚规则都是毒死那个依靠好人的那个女巫来背锅，但是现在本赛季新出人命论之后啊，你干尽匪事的人被好人弄出局了，我们算人命论。如果他投了三次好人的话，他被弄出局的话，他就是背锅，按照人命论，反正是这么算的。所以像上赛季也是，上赛季我记得有一局是杰瑞，有一局是迷一，全程干匪事，结果被好人弄出局了，然后他们没有背锅，而归死他们的好人背锅了，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当然这个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那既然我们本赛季制定了一个人命论的判罚，你全程干匪事的人被好人归掉了，然后我们算人命，你是不是干尽匪事了？干尽匪事的话，人家好人是干对过好事把你归掉了，那可能是干尽匪事的那个好人而背锅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我们规则既然赛前已经公布了，就应该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对吧？然后至于上一局那个判罚的话，其实裁判也说了，就关于你挡刀的那个是否成立，那事实证明其实是失败了，对吧？反正狼人歪打正着，对吧？但你的表现一定是绝对 carry 全场的，我觉得这种，所以两位裁判都这么为你去争这个争这个敬业，因为这个举动是相当富有担当的，因为你不是白痴，你去强力穿白痴，都不是模棱两可，就直接就拍白痴，把一个汉条狼弄走了，导致狼队视角错误，这个担当一定是非常 carry 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华山论剑的好人阵营就需要这样的有担当的一些选手出来，所以今天表现相当不错，好吗？好，然后接下去就第三局了，想拿好人狼人，拿狼吧，拿狼，为什么？发现狼人比较容易赢嘛，比较容易赢，哎，也很实在。好，那祝你第三局，叫什么梦魇吗？狼射梦人，射梦人啊，那个拿个狼枪好吗？好，拿狼枪，好，我们一会儿见。